这是一个雍正的一个天秋瓶，海水用青花，白色龙纹。那边两个是明永乐的扁瓶。这其实是雍正要仿永乐的一个天秋瓶，三爪龙纹。这边是真正的永乐，永乐的一个大的扁瓶，看一下它的苏麻离青的味道。但苏麻离青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会有铁锈斑，只是它这种晕散的效果就像水墨画一样。看看它有的是晕散的效果，后期仿的都上面都多加一些钴料，但是也模仿不出来这样的效果。